在未开始今次这段片之前，首先要多谢大家，我们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300大关了，多谢了，有你们的订阅支持才可以令到我们更向前一步，更加进步的，好多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也都继续支持我们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 like, share 和 comment， 多谢你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步行的时光，今日就同大家去试一间历史悠久的澳门联邦大酒楼，已经有35年历史了。它的地点就位置于新口岸南光大厦五楼的，那个地点也都很方便的，去到葡京酒店的桥底十字路口那里转右，跟住一直行就见到的了，即是中旅社隔离。上到五楼之后呢，一入眼帘首先就是周围都是它的 poster 啦，当然不会少得的就是老牌酒楼独有的粤剧宣传海报啦。我们当日11点零12点就已经要等位的了，通常都要等成半个钟以上。在等位的时候就入去拍下究竟有几震撼啦。首先呢，它那个主礼堂呢就是已经有人包了爱来做宴会的了。之后的偏厅呢都是座无虚设的，简直找支针插下去都难了。它其实还有六楼的，但是六楼都满晒的了，都是接晒啲私人宴会的了。这个情况真是极其夸张啊。虽然它位于一个市中心，但是全部都是街坊客来的，很少有旅客的，那你就知道它的受欢迎程度了。见到它这么人山人海的盛况，我们都事不宜迟了，马上叫东西吃先。我们就叫了四个点心加一个烧味饭，那我们逐个看看先。第一样就是它的虾饺了，真是热辣辣的，飙出烟的。它的虾饺呢就有别于其他的茶楼，它纯粹是虾来的，里面有成三四只虾的，起码个料都几丰富嘅。之后再睇下个叉烧肠粉先，个叉烧肠粉我就略嫌佢啲皮咧厚身咗少少啦，但系份量都几十足嘅，同埋啲料都几丰富。而且我最中意佢就豉油淋上啦，因为好多旧式酒楼咧，一俾个肠粉俾你嗰阵时候，就已经一大摊豉油浸住个肠粉，好咸噶啦。起码我可以调校自己中意嘅咸度先啦。之后就到一个炸点，叫金丝富贵虾。那些金丝真的很香脆和很幼啊，可以不用硬住个口，而且啲馅都很丰富的，都有几只虾在里面的，挺好吃的。之后就试试他们的乳猪饭了，个乳猪呢就起了肥肉的，那就大概有五件到啦，但是切得呢就大小不一，个口感都唔差嘅，个乳猪皮都好脆，咁佢46蚊可以食到个乳猪饭，呢、這个收费都算系咁噶啦。最后就到佢哋嘅蜜糖鸡蛋散啦，呢、這个蜜糖鸡蛋散真系有惊喜啊！首先个份量咧真系大过只手掌啊，另外佢炸得好松化，个蜜糖咧又唔会话死甜。呢、這个蜜糖鸡蛋散真系好少喺其他酒楼食到啊！如果大家嚟呢间联邦大酒楼嘅话，一定要试试啊！咁讲下整体嘅用餐感觉先。首先第一样咧，就真系要早啲嚟攞位，如果唔系咧，起码要等半个钟以上。而佢嘅点心种类咧，亦都好多嘅，一张 A4 纸都写唔晒，所以咧都要少少时间去参透噶。嘢食嘅速度亦都好快，唔会话需要等好耐。但系快之余，亦都唔会话食得出嗰啲嘢食系整定或者系唔新鲜，而且佢嗰啲套餐如果系晚餐嘅话，都几吸引下嘅添啊！咁唔怪得知佢会旺到咁啦。第一就因为佢嘅嘢食种类真系好丰富啦，另外个收费亦都系好合理下嘅，而且都开咗几十年，真系有一班固定嘅捧场客，每日基本上咧起码超过九成都系本地老街坊嚟噶啦。仲有咁多社团喺呢度摆宴会，一睇就知道啲嘢食真系超 OK 啦。因为澳门街嘅饮食始终系选择多啊，所以啲老街坊咧亦都唔会话盲目去崇拜某一个品牌嘅。啲嘢食一唔得就好快见招，冇人帮衬噶啦。并唔系话你立咗几十年喺呢个区度就一定有人帮衬嘅，呢啲系一啲好谬误嘅谂法嚟嘅。所以睇到佢可以每日都咁旺，就知道佢嘅出品一定会唔差啦。而讲到服务呢，佢亦都冇怠慢到㗎喎，真係好够人手做嘢呀，唔会话得一个伙计就睇几十台台嘅效果。呢间联邦大酒楼嘅情况就好似我之前介绍嘅嘉年华差唔多啦，嘢食又得啦，招呼亦都唔差啦，所以永远都有一班捧场客，就係咁解啦。而且呢间嘅地点仲会靠近啲旅游区，如果大家过嚟旅行想飲茶嘅话，都可以考虑下㗎。四个点心加埋一个乳猪饭，总共埋单都系183.9，
都算是超值的了，在一间这么大的酒楼里面。今日联邦大酒楼这个段片就到尾声了，在片尾我会分享他们的菜单给大家看的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步行的时光频道，好多谢大家一路咁支持我们啊。咁我哋都知道咧，有好多观众仲未订阅我哋嘅频道嘅，我哋喺度恳请大家记住订阅我哋嘅频道，同埋揿个钟仔接收最新嘅资讯，仲有留言啊！我哋好想知道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得更加好，或者你哋有啲咩意见俾我哋嘅，我哋都好想知噶。多谢大家，希望大家都喜欢今日呢段片啦，多谢晒，拜拜。